知道啊，不是，不是脑子有病，是身上真实的疼痛，我有病啊，我有病。柴小七，到底想耍什么花招？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补偿你，但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浪费时间。原来这就是虚弱症天呢，原来得了这个症状，就会浑身无力，四肢发软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看看我，哎，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面色发白啊？ 你是谁来着？怎么失忆症都有了呢？我觉得你是智商堪忧。我不是智商堪忧，我是这……哎，疯了！别装了！啊！ 当你和男人距离贴近时，可以轻声的在他耳边说几句话，就能增强暧昧的气氛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跟猩猩？哎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跟猩猩之间的区别？不都是灵长类动物吗？不是那个猩猩，是……算了。 这个默默无闻的月老果然很厉害。地球上的坏人都长得这么好看的吗？他看到我都变成这样了，会不会主动照顾我呢？放开！放！哎！哎！干嘛？啊！什么意思啊？方龙！ 什么人啊这是？密码，柴姐，小布，你们在家吗？ 柴姐，小布，我回来了，开门呀！不是吧，这么惨，脚又扭伤，家也回不去，柴姐跟小布也不理我，好惨的一个外星。啊！我帅。哎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开门？我要去救小七。 哎，轻一点很痛啊！哎哎，第一次，哎呀，别乱动！哎呀，第一次伤又很痛，轻点不行吗？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的。骗子！啊！你说你家里没人，我这里勉强让你住一晚。 你该不会是让我一个人住在客房里吧？你不四肢无力吗？啊，四肢无力了，刚刚回光返照了那么一下。哎呦，我是真的有病啊！你得相信我。有病就赶紧睡啊！啊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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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跟你说，我晚上发病的时候会变冷，会好冷，特别冷，你得陪我。 我好冷，你得陪我。
啊！这样不会冷了吧？是不？哎，不行，不行！你怎么这样？你以前最怕我变冷了，都是抱着我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睡的，就像这样抱着的。抱着你睡。嗯。好。等我一下。干什么？就这样，不会踢被子了吧？完美。跟皮带就想困住我，不把我的超能力当回事哦。嘿嘿嘿嘿嘿，好不容易把你骗到手，怎么可能轻易放你走？我一定要把荷尔蒙素拿到手，小冷冷。什么东西啊？防御系统增压，增压，增压。